咁其實我本身做嘅設計都希望係一個解決問題嘅工具啦，咁唔希望透過設計會製造更多垃圾。咁其實因為 upcycling 都係 based on 好多唔同物料啦，咁相信每一個物料背後都有佢一個自己嘅故事嘅。咁只要重新同埋仔細去睇咧，每一樣物料都有好多嘅可能性入邊。咁今次喺 LG 度收到一個唔用得嘅洗衣機啦，咁我將佢拆解再組裝，變成一個全新嘅產品。咁其實我知道LG 本身個設計理念都係 design for excellence 啦，咁其實都同我自己相信嗰套設計係希望解決問題係好相近嘅。咁所以都希望透過今次呢個合作，會為大家帶來一啲更新嘅睇法，同埋去重新去睇身邊唔同嘅事物。咁所以都係希望透過呢件事去 inspire 到大家，一個好嘅設計係需要仔細去發掘身邊唔同嘅事物。咁所以我相信 life is good， 由心設計換來無限可能。今次在 LG 度收到一個唔用得嘅洗衣機啦，咁我將佢拆解再組裝，變成一個全新嘅產品。咁我覺得都幾得意咯，冇諗過部洗衣機有音樂出嚟，好似個音樂盒咁樣。我覺得樣樣都好環保啊！好新奇，好神奇啊！嗰部洗衣機咧壞咗之後可以用嚟做音樂盒喎，好靚咯！咁呢個諗法幾好嘅，因為可以將一件咧變成有用嘅嘢，好似細個玩嗰啲音樂盒，幾創新喎！咁我哋可以轉化為一樣有用又靚嘅嘢，藝術品係啦，藝術品係啦。